أهلا بكم أعزائي المشاهدين، مرحبا بكم في الموسم الثالث من برنامج الوثائقي توقيت فوجيان. أنا المذيع أمين، سأخذكم معي إلى فوجيان لفهم فوجيان. قمة الجبل فوق السحاب والشاي على جبل يونلينغ شاي هوان جين قوي. هذا الصنف هو جوهر الحافية، كل قفص مصنوعة بعناية شديدة ورائحته قوية للغاية، ويمتلك صيت شاي تو تيان شانغ. اليوم دعونا نتعرف معا على القرية الذهبية. 黄金贵的它是个品种的话，工艺之精，每个环节都是要精雕细作，它的香气是特别高扬，它有着透天香之美誉，它的香气的高强度甚至优于铁观音。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大部分是茶农，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以诚待人， 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岭在云上，茶在云岭，欢迎您来安溪喝茶。我是福建省技能大师、安溪铁观音制茶工艺大师周爱民。黄金贵啊，也是闽南乌龙茶的一个品种，它是有别于铁观音之外的又一个极品。 你本身黄金贵的话，它属于高香型的，然后如果我们对它冲泡的时候，跟铁观音是在程度上是稍微有一点差别。比如说，我们在冲泡时间要相对要短一点，因为它的叶张比较薄，它的浸出会比较快，而且它外形会比较细紧一点。你一冲，它马上就展开，展开的速度会快一点。我们一样要先不要冲哈。 去泡沫啊，那一般的话，我们在冲泡的时黄金贵的时候，这个浸泡时间是不宜超过一分钟，控制在几十秒啊，可以根据个人的口味啊，你如果是口味稍重一点点，可以稍浸一会儿；那如果是口味不是特别重的话，特别是对新茶客，就不宜浸太久啊。我们大概差不多30秒完以后可以嗅香气。 黄金贵这种是属于高香品种，有没有？它是香气是特别高扬，它有着透天香之美誉，它的香气的高强度甚至优于铁观音，有没有感觉都水也带香？ 而且它的香型跟铁观音是不一样的，铁观音是如兰似桂，那这个黄金贵的话，它浓的时候是带有一种很明显的一个桂花香，它的香气跟铁观音是差别比较大的。黄金贵的它是个品种的话，它就实际上它的真正的名称，它是最早名称。 是叫黄疸，它的发源地是在安溪县虎丘镇罗岩，但现在的罗岩这个地方已经拆成好几个村了，它是在罗岩这个片区。现在安溪除了罗岩这一块地方有黄金贵之外，很多乡镇也有，比如说像西平啊，然后金谷啊，很多地方都有黄金贵。种植的话，它的种植应该来说，它对环境的适应性。 可能会比铁观音更适应，而且它的异地表现，跟原产地表现差异相对会小一点，铁观音是异地表现跟原产地表现差别比较大，黄金贵是差别比较小，然后因为后面它的产品名称，有人给它叫了一个更贴切的名字叫黄金贵，以前是茶树品种叫黄疸。 那个产品名称叫黄金贵，那现在就是两个都同叫茶树品种，也可以叫黄金贵，也可以叫黄疸，产品也可以，两个都可以，这个是属于我们闽南乌龙茶里面一个高品种。
那黄金贵实际上这个品种是有别于铁观音的另外一个极品。差异农作物种植面积，所以说我们基本上，特别是在内安溪这一块，啊，我们三分之二的面积是属于内安溪的，啊，所以这一块的都是以茶为生的。那茶叶怎么样？安溪人喝不完，必须要推广到全国，而且当时就一推出去的话，大家对这个茶叶的认知度一下子提升上来，因为它是兼具，啊，而且兼具有绿茶的清香，又红茶的醇厚，啊，因为安溪它的人口多，然后，就是耕地面积也少，啊，种植面积也很少，那有一些富余的一些劳动力，就是往外输出，然后他们一生为茶，他们也不知道做什么，就是经营茶，很简单，啊，把自己家乡的茶叶推到全国各地，啊，这个也是他们最简单的一个谋生方式。我这样的感觉啊，实际上第一批出去的这些安溪这些茶商，其实上他大部分是茶农，以茶农为主的一个主力军，啊，他本身就是茶农，啊，然后一部分人走出去，实际上他们并不懂得什么营销手段，全部不懂。那么推销的时候，他们就两个字，以诚待人，就抱着一种真诚的心。那怎么办？不会推销，就让你先喝。你喝好了，喝对了，你才给我买，啊，而且像这些茶叶都是自己家乡产的，他们就不会去衡量自己计算那个成本，你觉得多少钱，你给多少钱，啊，他们是抱了两个，就是两个字，真诚。
القفة الذهبية يكمن فيها الحفية الرائعة لسيد الأصناف الممتازة من أجل جعل هذا الشاي يصبح موضوع الطلبة المحبي الشاي. خذ رشقة من حساء شاي القافة الذهبي ودع جسمك وعقلك يستمتعان بالطعم الذي تجلبه القافة الذهبية، كما أنه التوقع الوحيد في قلوب السادة عند صنع الشاي. شكرا على حسن المتابعة، وتفضلوا الآن بمشاهدة برنامج أمين في فوجيان. تعد مدينة شانجو مكانا مناسبا جدا للتنزه، وتجعل الناس يشعرون بالاسترخاء والارتياح، وتتمتع بجو تاريخي وتملأ بالأشياء الجديدة. كتبت على الجدران لترك بعض بصماتي هنا، وأيضا لقد تعرفت على صديق جديد.这项目是我们应运那个南音的文化做的一个装置，希望承载的内容就是关于南音的一个未来的探索。南音加万物这样一个核心理念。那岳老师，你在这个船上有涂鸦吗？其实涂鸦在这，你现在看这里。其实我就是在上面写满了航行的英文。航行。 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蓝去创作它。其实还有一个环节，就想要说邀请你一起来参与一下。好啊。这块石头很特别，就是闽南蛮特有的红砖。邀它做成小岛。对，我就想说你可以为这个小岛取个名字，在这片海里面找一个地方把它放下去。 然后这个岛我就永远就放在这里，那就是在航行的过程当中。放岛，可以啊，可以。这样我的岛就完全了。这个作品就是不只是我一个人的力量，啊，就会有越来越多人的故事在这个作品里面。 我觉得艺术就是类似这样的一种创造了。能够参与这个装置艺术品，我觉得很有意思，留下了属于我自己的印记，可以被更多人看到。涂鸦文化和泉州的艺术环境给我感觉就是很包容且很热情的。涂鸦于我而言，它更多的是一种表达方式，它是我跟这个城市对话的方式，或者说我想通过这个城市去跟大众对话的一种方式。 我们希望的是跟大众的交流是一种舒服的，我们传递的好玩有趣的东西。其实我们就一直希望说泉州是一个好地方，我们希望把这些东西能够传播出去啊，让更多人去看到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方式嘛，因为我们也有这种家乡的这种自豪感在。对，我想留那个眼镜的原因就是，眼镜它可以看到整个世界。 可以看到所有的希望什么的，是全人类的眼睛。أمل أن يتمكن الجميع من رؤية مدينة تشانجو من خلال هذه العين.